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哎，注意安全啊！阿妈，阿爸回来了。阿爸，儿子，三哥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老王子，老了，老了。你呀，睁开眼睛干什么呀？睁开眼看看，这火车呀，怎么从咱们天骏草原过去的啊？哎哎，请里边，请里边，请进，请坐，请坐，谢谢，快请，进去，进去，请。来，好，我回来，我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！坐坐坐啊，坐呀！老爹，我们就先不坐了，我们先回了。啊，这就回去啊？以后有空来玩啊。也让藏族小伙子们来玩啊！不嘛，老爹，我们把多吉给弄丢了。谁？多吉？就是我说眼熟的那个。都是我们没有教育好，要是哪位牧民同志看见了他，就给他带个好，说部队上的同志想他呢。哦哦哦！那我就先走了。一会儿来玩啊！哎，好。哎，卓玛呢？三哥，卓玛，卓玛呢？孩子大了，办事去了。我闻到了，闻到了一股女人勾引男人的特殊味道。老不死的，反正我喜欢那个小伙子当女婿，我一见到他。就有缘分，把他叫回来。都这么晚了，把他们叫回来。哎呀，老爹一回来就摆老爹的谱。反正我喜欢这个小伙子，你眼睛看不见的时候，我可是当家的。把他们叫回来。不穷，快去找你姐捉嘛，快去。哦。阿妈，快，阿爸。我认出来了，就是他，三个拉。哦，来，来，靠近一点。家住哪儿？藏文草原公嘎村，原来叫向导部落。那你父亲在哪儿？阿妈说在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去世了。你父亲叫扎西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姨妈出嫁的时候殷勤对我
过索桥时，为了救你爸爸，他去世了。七年后，你爸爸娶了他的妹妹，也就是你的生母。你是观音下世的吗？你是谁？走遍天涯的游方歌手，森格杰布。森格拉老爹，我阿妈说，只要找到你，就能找到我的父亲。你父亲把骨头撒在了青藏路的路基上，把灵魂留在了青藏高原的大山里。老爹，把我留在你们二老身边吧，我会像对待父母那样供养你们。我目送着你阿爸被抬上唐古拉雪山的时候，听到他在说，我的灵魂要转世在一个筑路人的身上。在中巴妈妈怀孕的时候，我们就许愿生个儿子就当兵，生个女儿就要嫁给一个军人。您的话羌巴佛都能听见吗？因此我去了塔尔寺许诺，到那时我要带着孩子们坐上火车到拉萨，去大昭寺还愿。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？不是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社会实践中来，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、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这三项实践中来。发动群众，用业余时间搞好政治宣传活动。哎，那是谁啊？多吉哥，多吉，多吉哥，多吉哥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多吉哥，我回来了，产生一个质的飞跃，变成了理性的认识，
下雨了，下什么雨？你以为你老家呀？别说话，别说话，不对劲儿。哎，你们都在这儿发什么愣呢？还是晚上，你把卢工啊赶紧叫来吧。怎么了？这观角山啊，像人闹肚子似的，咕噜咕噜的。是啊。哎，我说大炮，刚才都听见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不是看我们班来了，故意制造紧张气氛呢？我告诉你，一班的一定赢你们，是不是？行了，咱们我赢了，你们好看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干活干活。走走走，走走走走走走别吓我们。走走走。排长，我不是为了红旗让你们歇班的。不管是真是假，我去找谢指挥长。班长，班长，班长，蓝政委让我告诉你，多吉回来了。什么？啊，真的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太好了，小张，赶紧去趟一班，把工作交代一下。啊，哎，是，走，哎，走，哎。一步有三秋，一步有你多下次拉走。好悠闲呐，啊，在外面待了十几天，想回来就回来了。是想回来了，回来了也不向领导报个到，看看你该去哪儿。这回啊，哪儿也不想去了，不想去也得去。班长，你想让我去哪儿呢？去哪儿？去鉴别室。那儿，我不想去。你犯了这么大的错，想逃避责任门都没有。那鉴别室是付出的人和失败的人去的地方。你犯了错误，难道不服输吗？不服。咱俩比试比试，我输了就关禁闭。比试？比试什么？摔跤。摔不摔？当然，赢回班长了。你输了不用关禁闭啊。来。太快了。那当然，战士们一闻到火药味就耐不住性子，一个劲儿地往前冲。太快了，就保不准要出事儿啊。这洞子已经泡了13年了，根基都泡酥了，悠着点干吧。罗工，咱这请你来呀，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，看咱这活到底应该怎么干。怎么样，这回就在宿舍里待着，来，跟关禁闭差不多吧。对，关他关他。你看看你看看，34米，这地沟一掏空，上面的衬气一悬空，多危险。战士们想多干点。战士们想多干点，那你们干不干什么？技术员是干什么的？这简直是蛮干。李排长到，你把它记一下，马上整修。是。加油加油团长。哎呀，指挥长，安全起见，停止生产，赶快撤离。听卢工的，撤。那这工期怎么办？通知各班组，马上撤离现场。是。洞口在这边。卢工啊，我里边还有100多名战士呢，我得去照应他们。走，指挥长。
要像白求恩那样负责任。紧急通知，紧急通知，洞内出现特大塌方，洞内出现特大塌方，请各部门立即到总部集合，各部门立即到总部集合。方总吗？洞内出现了特大塌方。对，特大塌方，我们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，各部门已经到洞口集合。确切人数127个。什么？一个连都给我派进去了？指挥长呢？指挥长也在里面。什么？怎么能这么干呢？一看见有情况，他没跟我一起跑，反倒冲进长官面里去了。那是他应该去的地方。段海潮，于连长。你带领3连和7连剩余人员，从塌方堤横冲到绝境。请首长放心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保证完成任务。于连长，到。带领你的人，从塌方堤顶部向下挖掘。是。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时间就是生命，要快。是。抓紧把那个石闸一块都给我顺下来，找大块的啊，快点。我们心里着急啊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你们的心情啊，我们能够理解，可是这洞子太小，搁不下这么多人呢。秦干事，你念吧。我看这么写还是不行，里面又听不到，我重写。谢指挥长，我来了。
关大风，你马上给我下场！你还是让我干吧，我都干算了少了，争取一分钟是一分钟，战士们早一点脱险。你现在已经负伤了，服从命令。我不下，还早呢，我还有劲。立刻给我脱下来！三连长，别拉我，我还干呢，别拉我。姐，姐，你还是吃点东西吧。来，快！去通话，快去！好，终于出来了！慢点，慢点，快，宋司令，快走，走，走！大夫，你看这个，快快快，走，快走！放下，大夫，没事，没事吧？大夫，你行吗？慢点，慢点，吓死他了吧？出来就好了，没事就好了。没事吧？报告副司令员。塌方现场被困的127名铁道兵战士，全部撤出，请指示。好啊，太谢谢你了。这下我回北京可以向首长、向中央有个交代了。你快去休息。山峰，太稳了。山峰，这将是我报告里最重要的典范。127条人命，事实证明了，只要拥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战士，是可以创造一切的。山峰，来人呐！朱队长，怎么了？山峰，朱队长，追上！坚持住！山峰，快点，走，快！全体指战员同志们，在总指和师团党委的领导下，我们的铁道兵战士战天斗地，清理任务还有10天即将完成。我们要发扬绝不做芨芨草，随风飘摇。新的政界是旧马甲，让爱铁血结合的马甲。咱们铁道兵啊，可没有星期天啊，没闲人，全在洞里边工作。谢山峰，好，就看在你出生入死抢险的份上，我饶了你干扰我政治宣传的罪名。
对，我们也能和指挥长比试比试。他们在山下挖隧道，我们在山上长红图。好样的，你小子，越来越有赏劲了啊！还行吧，姐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好，走吧。走。等烟尘散尽，让安全员排完炮再进入长子面。方总，您就放心走吧，在我这儿啊，生产技术是绝对乱不了的。等你下次来啊，又是几百米出去了。好啊。方总，就走吗？我这不是正跟领导给你请假呢吗？让你跟我去趟盐湖。啊，太好了，我还正想在写论文之前多走走，多看看，去向七师学习学习。参谋长，你好。罗新华。哎，蓝英。怎么，你们两个认识啊？这是我同学，我们一起参加了毛主席著作学习班。哦，哎，那好，蓝医生的活动由罗参谋全程照顾了。是啊，这边请。你们这儿战士的情况还好吧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真是没想到，在这儿能够见到你。是，没想到。你看这里。35公里的岩桥，关键是岩桥两端的5公里的粉细沙震动液化地带。我们已经采取了挤密沙桩、加密地层的施工方法，已经试验成功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王社长，带着大炮没有？带了。来，给我卷一炮。好。哎，来试试这个。哎，大政委，您上锁去。在哪儿？在那儿。蓝烟，王市长讲的那些都有书面材料，你需要的话。太好了，特别是政治宣传方面的。好啊，我会倾其所有的。啊，给你，蓝烟同志。不用了。这些都是长期在盐湖工作的人才特有的病。由于摄入的盐量过高，严重损伤了肾功能，并由此产生了其他器官的连锁反应。只是没有想到的是，如果不及时想办法治疗的话，会丧失劳动力，再往后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还有，盐和卤水对人体的腐蚀，那么劳动保护怎么防治，这一切课题都必须马上加以解决。你是北京来的吗？哎，听说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换了。标准像是不可能换的。肯定换了，我听8341部队战友说的。真有这回事儿？是啊。哎，咱们的司令员政委是上将吧？不是吧，现在军衔都没了。啊，真的呀？哎，你听谁说的呀？首长，馒头。我们这儿的师傅炒菜啊，根本不用放盐呢。为什么？拿着炒勺颠它两下就够咸的了。盐湖。对对。我们是工农民子弟，我们是民族的司令长，来一个司令长，一连的司令长，一连的来一个，一连的来一个，来一个司令长，来一个司令长，来一个来一个，孙连长，来一个，孙连长，来一个，孙连长，来一个。
今晚看什么？董存瑞。嗯，这样啊。日落西山，唱。日落西山。你们俩先撤吧。好，哎，好。走。姐，蓝政委回来了。盐湖之行带来了新的宣传方案吧？什么时候需要本人配合？一会儿回家吗？家？哎，咱俩虽然住得挺近的，但是鸡犬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呀。你别贫嘴了，我烦着呢。哦，病了？楚医生就在这儿。我病了也不找你呀，我是说我的报告。你报告事你别找我，我又不懂啊。我现在全乱了。指挥长，哎，马上来，马上来。乱你就慢慢的捋清楚啊，你慢慢的捋清楚了，你先把饭吃了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喊什么呀？走吧，吃饭去。啊，怎么了？头疼。这么烫，走，看大夫去。姐，我没事。快走吧。楚大夫。啊。小琪感冒了，你给他吃点阿司匹林吧。啊，姐，我没事，我没生病。哎呀，最近感冒的特别多。听见没有？这不，我都蹲到洞口来了。给。一天三次，晚上要加倍，啊！记住，如果要是还发烧啊，你就到卫生所来打两瓶点滴，好吧？嗯，多喝点水啊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我自己来。好好。昨天晚上一下子来了两个重病号，一夜没睡，人手不够啊。姐，我好了，我去打饭了。哎，你慢点。哎，哎。你回去记着睡会儿觉啊。哎，他真是你弟弟？没有，认的，不过还真离不开他呢。好了，等吃完饭我让他休息。好。早上的饭盒也不洗，这官是越当越大了。别在我这儿充什么大尾巴鹰，去洗了再成事，还傻在这干什么呀？快洗去。麒麟果，小琪，麒麟果。
是我把你带出来的，没想到你没上前线，被他炸就死了。麒麟鬼统治，到时候我一定把你的墓碑换成尸碑。那天我还把你臭骂了一顿。 我对不起你，连长。你看，我对不起你。老少，来，莱茵，楚大夫，我知道你会来找。 你也知道我要说什么。你要问麒麟贵是怎么死的，可是你自己也是大夫，请你告诉我，他头疼体热，轻度的感冒症状是明显的。阿司匹林药片呢？阿司匹林是总部统一配给的，这绝对没问题。那如果住院治疗呢？住院治疗也没有办法退烧。 那我们是错在哪儿啊？他才18岁，这么年轻我们就把他送走了。我一定要找到，我一定要找到是谁害死他的。他是病死的，就是病，也不能不明不白的死啊。楚大夫，你有责任跟我一起把事情搞清楚。 这里给大家准备了感冒汤药，以后每天进洞出洞都要喝一碗。从今天开始啊，卫生所以防治感冒为重点展开工作，请战友们全力支持啊！大副班长，你先带个头。这蓝政委参与的工作，一定有方向性。什么情况？哎，连长，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？啊，人家又花心思又花精力弄的，您不喝啊？不，连长，不是这意思。 咱俩话不是少根上线，是夸他好喝。开喝，来，二位喝。哎，别急，来，谁要让咱们的战士啊，活蹦乱跳的，能进洞干活，创下几个百米跃成洞，这我就放心了。是，每个人都必须喝。芈月成洞创纪录了，伤亡人数也创纪录了。你让我的报告怎么在党报上发表？嘿嘿嘿，哎，对了，我有件难事要找你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这个。 盛班长啊，又送来一锅老鸭汤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。我可要写报告了。啊，那当夜宵。哎，说来盛班长也挺不容易的，在这儿能弄到鸭子。我说也是啊。好，再下几根面条，我觉得不错。手擀面。来来来，好了，为了支持你的工作，我也喝一碗啊！来来，给我来一碗。 好嘞，给我来一个。领导也是从苦力出发，反正这点冻土啊，几天就能抢完了。这上烽火山的事儿绝不能黄了。领导，你答应的话，可得说话算数，你不能反悔啊！没让你啃这硬骨头。团长，又有战事不行了。大河。
喝过汤药了吗？有因为感冒致死的，但他不是。那是为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那是为什么？兰姨，你别再难过了，安心写好你的报告吧。我能安心吗？这件事情太复杂了，而且你现在又不是医生。不，我是医生。你现在是政治宣传委员。无论是你叫的政委也好，还是医生也好，于公于私，于情于理，我都得回答。我们的战士为什么死了？蓝衣，你别钻牛角尖了。